这一题目也像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什么形状哈，所以然后两方投影加上平面三方投影五根在上面，然后求反力，我们可以从这个只有三反力嘛，从垂直方向反力我就知道这个的原理，对不对？然后水平方向反力take 这个 moment 就可以得到这个 SD 等于五除以十除以五，所以这个是二，你这是二，所以这是三，反力可以求，所以这个是三，这个是二，外力是零，这是零。然后底下 take 这个 moment 这里有两个不能做， take 这个 moment 这边两个不能做， take 这个 moment 这边两个不能做， take 这个 moment 两个不能做。那反力怎么样求下去呢？三个平面都没有办法做，对不对？那刚才已经求了三个反力了，现在这里还有三，还有四个反例，所以这一共有七个反例，对不对？七个反例，我们前面说一个石头是六个反例，现在这个石头怎么是七个反例呢？七个反例当然没有办法就这样求反例求出来，你把它当那个石头看就没有办法。那我们看这个题目，这是什么 trust？ 从平面上讲，我们说先找三角形。从空间上我们就先找四面体，像刚刚这个题目根本就是一个四面体，这就是一个石头外面加六个反例，可是这个呢它是五面体，它是四角锥，四面体是三角锥，这是四角锥，它根本四角锥根本上不是一个石头，它不是一个没有内在不稳定的一个石头，就是空间行架最简单的空间行架是四面体，我们找不到四面体，我如果这里加一根 member， 如果我加的是九根，这就是两个四面体，对不对？从这个 A E C D 这里就是六根，一二三四五六，六根，然后四个交集，这是四面体，然后这个四面体然后又第七根、第一根、第六根又生长出一个四面体，所以如果加这一根，这就是一个两个四面体，它就是一个石头。那这是外面加六个反例就给我们。现在把这个 member 拿掉，多加一反例，所以对整个来说它是稳定的，但是它不是 simple trust， 它是一个 complex trust， 就跟这一题一样，也是 complex trust。刚才这题用特殊节点的方法可以做，这一题呢它是 complex trust， 是一个复构行架，但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下把反例都求出来，那回忆一下在平面行架做 complex trust 我们的方法就是代理干扰或者是回复法，我们现在也可以用回复法来做这个题，你要硬是要先把反例求出来是求不出来的，除非你用代替感法，你说这边代替一根，然后拿随便拿掉反例，这边代替一根，那可以做代替感法。那我们在这里是用回路法。
其实随便假设某一个反应都可以。这是二、三、一、四。所以在这边，做了一个假设，假设 ZC 等于 A，ZC 在这个地方，假设这就是代替感法，这就是回路法。回路法你要先假设为某一个 member， 或者假设某一个反应。那我们在这里先假设这个反应，假设 C 点 Z 方向的反应 ZC 是 A。 如果 ZC 是 A， 这是对第二根，所以换句话说这是 A， 然后 compression。那这个有了，这个当然就有了，这个是六公尺，对，六分之四，三分之二，这是三分之二 A， 这三分之二 A， 所以这个是三分之二 A。这个是三分之二 A， 所以这个可以做。这是四分之二，所以是三分之一 A。这个是三分之一 A compression， 所以这个是三分之一 A。第八个，好，现在这个如果是 ZC 等于 A 的话 ，take 这点 moment， 这是六尺，这也是六公尺。对 ，take 这点 moment 这是五吨，所以这个也要五吨，合起来要五吨。ZC 已经占了 A 吨了，所以 ZD 呢应该是五吨减 A。 ZD 是对应这个的，所以这个是五吨减 A compression。 这个是第三根 compression， 五吨减 A，所以它的垂直方向分力是五吨减 A 乘以四分之三，所以这边过来是 tension 的四分之三五吨减 A。 从这样过来是三分之 A， 从这样过来是四分之三五吨减 A。所以这两个应该是一样，三分之一 A 应该等于四分之三五分减 A。 对不对，这是 ZD 等于五分减 A， 所以第三根的这个垂直方向是这地方啊，五吨，这不对，这是五吨减 A， 五吨减 A 换算成这个是要五吨减 A 乘上六分之四乘上三分之二，所以这三分之二的五吨减 A， 所以这三分之二的五吨减 A， 三分之二五吨减 A 乘上
四分之三，所以这个是乘上四分之三，就是二分之一的五吨碱 A， 所以这应该是二分之一的五吨碱 A。所以从这个是变成三分之二 A 等于五吨减 A， 所以可以求出来 A 等于三吨。这个也就是因为我们最先假设 A 是 ZC， 所以是这个是等于 ZC 的 C 点反应。我们看到其实用的是回路法，先假设了一个，然后去回一下同一个一样列出这个式子来，把它求出来。那第一个有了，其他就没有问题。所以这是用几个简单的例题来讲空间行价。习题里面299页一直到302页，有的题目很难简单，有的题目比较麻烦。它这里面多半都是complex trust， 所以你如果用找到特殊节点，那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做，否则这里面有一些题目是要用回路法，就你要假设一个错，所以这里面有些题目是很烦的。我觉得你们有多的时间可以做，但至少几个例题你要弄 很清楚。对，做这类的问题，其实回去那一句话就是把一个空间问题用三个平面问题来做，那你当然就要三个平面的投影你要会画出来。通常有的时候考试只给你两个平面，你自己要去画第三个平面。像这个题目我们甚至没有去判别它是稳定的，像刚才中间这个题目也是 complex trust， 我们并没有去判别它是不是稳定的。平面行价一再强调你拿到题目先去判别它是什么题目，稳不稳定，它是 simple 还是 complex 还是 complex。 空间行价一般大家讨论也比较少，我们直接就做题目。可是我们来看习题有几个题目，给大家提一下。297页，第一，你们判别一下，现在课本上觉得它是稳不稳定？你要去数这些的什么那个 M 加 R 等于三阶呀，他们都是满足的哈，就是都是静定。但其实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没有几何不稳定的现象。
稳不稳定啊？你去算这个 m 加 r 等于 3j， 都是 OK， 都是满足的。在平面行架的时候，我说找三角形；在空间行架就找四面体，对不对？或者从基础直接平面行架的时候，两个 member 一个 joint 这样长出来。空间行架就是三个 member， 三个 member 一个 join 这样找出来。你看这个题目，一个 join， 两个 join， 三个 join， 所以这一点是稳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从基础直接三个 member 一个 join 找出来。那这个还是另外一个，你看这个 join， 这个 join， 一个 join， 对，一个 member， 两个 member。三个 member， 所以这个 join 也是稳的，对不对？从基础三个 member 一个 join 长出来，然后这个是稳的，这个稳的，这个稳的，所以这边出一个 member， 这边一个 member， 这边一个 member， 这三个 member 并没有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三空间，三空间的，所以这个也是稳的，三个 member 一个 join， 然后。这里一根，这里一根，这里一根，这是三个 member join， 这第一层就长满，第二层一样，从这边一个 member， 两个 member， 三个 member 长到这里，这里一个 member， 两个 member， 三个 member 长到这里，然后一个 member， 两个 member， 三个 member。长到这里，啊，一个 member， 两个 member， 三个 member， 然后这是一个 simple truss， 我们基础就从三个 member 一个 join 就长出来了，所以它是稳的，因为它是既定。这一个，很显然这是大致相同。如果按照这里的话，这里有一根。我们把这根拿掉，放到这里来，所以这一定还是满 m 加 r 等于 2j。那我们一个 member 放这里，这是稳的。那刚才这边长了一个，但这里不行，这里有一个 member， 两个 member， 没有第三个 member 从基础来长，所以这边没有理由稳，这边是有理由。然后像这一点，这里长一根，这里长一根，这个还不稳，所以这根没有油。所以从基础长啊，不像刚才长那么顺，已经被切断了，那个路长不出来。但是在判别 truss 的时候，判别一个稳不稳定，我们说除了找根，还可以找石头。找石头就是在。平面的时候就找三角形，在空间的时候就要找四面体。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哪一个四面体啊？一、二、三、四，这一段，这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哦，这是一个四面体，有没有看到？看出来吗？四个 joint， 这四个 joint 里面连接这四个 joint 有六根，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这是一个四面体。
然后要让这个四面体生长啊，要从这个四面体上面找三个 joint， 这三个 joint 每一根 joint 出一个 member。这个三角形能不能长出一个四面体啊？没有，长不出来。这个三角形，这里长这边，这边长这边，但是这里没有，长不过来。这个长过来，这个长过来，这边没有，所以也长不去。这个四面体长不出去，虽然找到了一个石头，我们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石头，在这个石头的背面，看得出来。这是一根，这是三角形，然后这个三角形从这个出来一根，从这个出来一根，从这个出来一根，黄色的也是一个四面体，是在后面，红色是前面，这两个是两个四面体，这两个四面体的连接，如果连接的妥当，要有六根 member 在中间。两个连接，那两个 hinge， 这个两个 hinge， 只有两个 hinge， 它们只有两个 hinge 连接，其他都连接，它只有一个轴在这里，所以连不起来。它也是 compound truss， 它其实就是 complex truss， 它就是把这根拿掉了，放到这边来。稳定啊！我们走不出去的，找根找石头都走不出去。那我们也知道，它其实现在就是一个 complex truss。complex truss 我们在判别稳不稳定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记不记得？啊？讲大声一点，用什么？大声讲，大声一点。Complex truss 判别稳不稳定用什么方法？有几个方法？我们要讲几个方法 ？Complex truss 判别稳不稳定？虚变位法。虚变位法是就用什么呈现出来？就让它动一动，对，就动，对不对？那 complex truss 我们那时候用什么方法看它能动？这样又加外在动，你既然是让它动啊，你就让它能不能顺利的动。有没有平行线做图法？记得啊，平行线做法就是一个虚变位嘛，看它能不能变过去嘛。哦，这种平行线做图法麻烦。三度空间平行线做，平行线做的话，在平面上画，你这个要让它一点动一下，你先动。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啊 ，complex truss 判别稳不稳定？还有什么方法？讲大声一点，给他们听到，他们知道。他讲零载重实验。零载重实验，零载重实验，那个时候我就说它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方法。那不单是 complex truss， 那结构也什么都可以用，因为它的基本理论就是一个结构只能有一个答案，所以什么结构都是只能有一个答案，当然包括 truss。现在碰到了 complex truss， 我们回来想想零载重实验。好，利用零载重实验会做，判别是不是稳定。零载重实验是什么？不加外重，对不对？
说看民宅这种事情是什么，怎么样你的做的程序不知道，上次有考试呢。你说看民宅这种事情是什么，用 X 去带，哪里用 X， 哪里用 X 去带，随便一个，好，随便一个用 X， 哦，假设这里有 X， 然后看这个 X 可不可以存在，对不对？这不加外，不加外在，这种随便放一个一组载重在里面，看它一组内力在里面，看这个内力可不可以存在，如果可以存在就怎么样，就是不稳定，如果它不能存在，这就是稳定的，这零载重实验。好，我们先来看这不加外载重，不加外载重，先不要放，不用放这个 X， 你就放也没关系，假设这个 X， 你这 X 也走不出去啊，顶多这边正 X 的话，这边反面 X， 然后这边走不出去，你看这么多 member 在这边走不出去，如果没有外载重，我们看这个 join， 这是三个 member 在这里交汇，而这个 join 没有外载重，对，这三根就怎么样？这是个特殊节点嘛？这三根都要是三根 member 在一个 join 交汇，这一点没有外载重，这三根都是零，这是个特殊节点。还有其他这样的节点，有啊，这点也是啊，三根在这边交汇，没有外载重，所以这三根都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交易有一二三四五六，有六根，现在有两根是零，还有四根。那这四根里面啊，这里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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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一二三四五六，也是六根，还有特殊的键，一根，两根，所以这根如果是这根 X， 现在是两个对称的，对不对？这边两个对称，所以这根 X， 所以这一根是，比方 X1， X2 的话，这个如果是 X1， 这个 X2 的话，这个也是 X2。对称嘛，两个锤中间一拉，拉是 X， 那这四根是对称的，所以这个如果是 X3， 这个也是 X3， 这个也是 X3， 这个也是 X3，
果不是一样的长宽的话，那这至少这两个是对称，所以这个是 x3 这个 x3 这个 x4 这个是 x4 这样。然后呢，这根知道，这根知道，这根是零，所以可以求这三根，这三根也许这个是 x5， 这个是 x6， 这个是 x7， 同样在那边，这个是 x5， 这个是 x6， 这个是 x7。这个 x7 我们看哈，这一根这一根跟这一根是在一个平上，对不对？这两层楼的这个叫这堵墙嘛，这个平面，这是一个平面。这个 joint 没有外载重，所以有这根不在这个平面上，对不对？九十度的不在这个平面上，没有外载重，所以 h 六必须要怎样？必须要等于零。你刚刚已经把这根取带走了，所以这个 joint 从这边看到，它必须等于零。这个如果要等于零。这个要等于，所以这个 x6 一样等于零，这个等于零，这个等于零，刚才是从这个 joint 得到 x4 x5X 不是 X 五 X 六 X 七 ，X 六等于零，所以 X 五 X 七也应该要等于零，不然没有办法分出去。那这个等于零，上面的上面的 X one， X 四等于零，X 五 X 六 X 七等于 X 七等于零。x 六等于零，刚才是五六七等于零，我们这个 join， 我们是 x 一得到 x 二 x 三。x4， 然后 x5 x6 x7 x7 哦，从这边看到 x6 应该要等于零， x6 要等于零，有一个要等于零，其实就是三四，这三根等于零，等于零的话，
好，那就是三四，从这个角要等于零，三四要等于零，那对边的三四也等于，跑到这边来 ，x 一也要等于零。再回去你看看，反正就是说从零再动实验。这个 x1 不能存在，不能存在，所以没有加位才中，而里面的 member force 没有办法存在，所以我们它是静定。这一题呢，也是一个 complex truss， 我们不加外载动，也是用力载动实验啊，力载动实验，不加外载动，然后从这个 joint， 它是四个 member， 这三个 member 都在一个平面上，这个 member 不在那个平面上，没有外载动，所以它等于零。跑到这个 joint。这三个 member 都在一个平面上，这个 member 不在那个平面上，没有外在动，所以等于零。跑到这个 joint， 这三个 member 的这三个 member 在一个平面上，这根不在那个平面上，没有外在动，所以它等于零。跑到这个 joint， 这三根在一个平面上，这个不在平面上，等于零。然后。这四个等于，这两个都等于零了。从这个 join 本来有四个 member， 有两个等于零，所以剩下两个不为零，没有外在重，所以这两个都要零。在这个 join 有四根 member， 两根都是零了，剩下两根因为没有外在重都等于零。这个 join 四个 member， 有两个 member 等于零，另外剩下两个 member 没有外在重，所以都等于零。从这个 join 这两根等于零，这两个。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外在重，所以都等于零，上面一层都是零，到下面跑到这里来，这个是零，这个是零，所以跟上面一样，这里是四根未知的 member， 这四根里面这三根都在一个平面上，这根不在那个平面上，没有外在重，所以等于零。好，这个 join 这三根在一个平面上，这根不在那个平面上，没有外在重，所以等于零。好，这个 join。这三根在一个平面上，这一根不在那个平面上，没有外在重，所以等于零。好，这个叫你同样道理，这三根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等于零。好，这里面这一点本来有一二三四五六，有六根 member， 现在一根、两根、三根、四根都是零，剩下两个 member， 这两个 member 在一个平面上，不在没有外在重，所以等于零。同样这个。这个 joint 六根里面剩下这两根单独等于零，我们这个 joint 剩下的这两根，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都是零，所以这两根等于零，那这里这两根等于零，所以没有加外这种就必须每个都是零，它也是零。第三题其实都是静定的，那有两个都是 complex truss。下面这题可以看一下，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四方正方形，然后四个角。下去，这是从上面看，这是从旁边看，四个角，这个结构你敢不敢走上去？它会不会垮掉？这是稳不稳定的意思。
旁边有一题是正五边形，一样，就是有五个角形群，这个你敢不敢走上去？这旁边一个是一个正的六边形的平台，然后六个角这样下去，叫 truss。你去算它的 m 加 r 等于三阶都是满足的，但是他们稳不稳定呢？你敢不敢走上去？你敢不敢走上去？六边形你敢不敢走上去？这个时候我敢走上去的人举手看，有人敢走？这个敢走上去的举手看，也有人。六边形啊，这为什么很多不敢走啊？那表示它是不稳定的，是不是稳定的？它显然没有石头，它也不是从基础长出去的，它其实是一个 complex truss， 都是 complex truss。我们来看用零载动实验，这里如果是正 x 在这个里面，那我们看这个 joint， 这个 joint 有四根 member， 这四根 member 里面第一根跟第二根呢、啊，显然就是在一个斜面上，对不对？在一个斜面上。那另外两根是这根跟这根，这两根不在那个斜面上，所以这两根在垂直于这个斜面方向分量一定要一个正一个负才能平衡。所以这边是正 x，这是对称的，所以这个是负 x， 这个是负 x 跑这个 joint， 这根跟这根又在一个平面上，这两根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一定一个负是对称的，所以这个是负 x， 这个一定正 x。 那跑这个 joint， 这两根要在一个平面上，你就是对称，这个正 x 这一定要负 x。跑到这个交易上，这个又是一个平面，这两个不在一个平面上，一个正一个负，所以这个负 x 对正 x， 这非常好存在在里面。正 x 负 x 正 x 负 x 正 x 负 x， 大家说好，可这是没有加外载重，所以这样，所以它是不稳定。所以这个题目，这个结构做了，你踩上去它就变形，就垮掉。这个呢，同样，加这个正 x， 这个负 x， 这个正 x， 这个负 x， 这个正 x。哎，这边讲话了，这个教练说不行，这两根在一个平面上，这两根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两根一定要对称的话，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一个正一定一个要负，不能两个都正，两个都正拉垮了。所以要平衡唯一的办法就是两个都正。这个是零，这个是零，零零都是零，所以这个是稳定的。那六角形又不稳定，七角形呢不稳定，所以像这样，如果是对称正四边形、正五边形的双数边的，单数就稳定。这个配合特殊的 joint 跟零载动实验。298这些题目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做。好，在这一章就是强迫各位建立点空间观念，就是有的人从大一开始就不喜欢同学，其实最主要就是他的空间观念。你要从平面的图形上去设想它那个空间立体的形状。我们只是介绍一简单，但也不能介绍到复杂，因为这个东西一复杂，真的就是要电脑，靠电脑。
明天考试这一张不考，好的，前面那个意思是吧？